近日，陕西考古队又有新发现，发掘了一批唐代纪年墓葬，而其中有一座代号为 M13 的墓葬。考古人员在该墓葬中清理出102件随葬品，其中多为骑马俑和利俑。比较特别的是，该墓葬内发现了多组保存完好的墓葬壁画，其中东西两壁以青龙白虎引导，后续更有胡人驯马壁画，左手牵着缰绳，右手挥动马鞭，正在驯服一头挣扎的白马。这胡人画的那是栩栩如生，无论从构图还是笔法来看，这壁画都算得上是佳作。另外，胡人驯马图是极为罕见的唐代墓葬壁画题材。说完墓葬内的情况，说一下墓主人。这个墓主人叫做康善达，他是初唐时代的马监。听到马监这个词是不是很熟悉？那不就是孙悟空上天的御马监吗？还被人叫做弼马温，而康善达正是为朝廷养马的官员，也可以说他就是唐代的弼马温。因为与他职业的关系，所以陪葬品与壁画都与马息息相关。今天视频中就说到这里，喜欢文化历史，欢迎关注与点赞。